子，我是黄思亮教练。今天呢，为你们示范的呢，是从 close guard 如何做 omoplata， 也就是一个用腿来夹着肩膀，使对方啊把对方制服的方式。好，动作讲解。所以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会把我的这一脚腿踩在总教练的这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把这个身体转下去，然后我的脚要把它往这里伸。所以一二三，这里，好，知道。你看到我在勾这个脚起来的时候呢，我把总教练手从这里绕到这里，然后记得把这条脚伸出来，从而夹一个四号锁哈，然后绕上。记得要把朋友的手，要把总教练手往这里转。对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可以把总教练手拉上来，也可以；如果拉不上来的话，你可以用这里哈，扣着它，抱着，不要给它啊。后面一种方法是可以解锁的，可以滚过去的。对，我们不要给它滚过去，从按着它。然后这个脚呢，这个时候是做这样子的一个 S 字形，然后慢慢的提起你的。不，对，你们在提的时候呢，你发现你把你的朋友的手啊是往这里提的，所以这个时候要小心你朋友的肩膀。好，好，家庭作业第一个动作，踩、绕、锁，做五次为一组，做五组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呢，可以从这里。上来，记得这只手一定要抱着你的朋友的这个腰部。然后，如果朋友有这样的现象呢，我们会抓他的手，然后让自己的身体从这里。对了，那朋友就会趴下来了，抱着朋友的手，然后慢慢的抬起来，五次为一组，同样的做五组。